前几日黄晓明的名学火了，大家开始用名言名语对话。近日徐锦江在某节目中的表现引发热议，他在节目中的性格和以往影视作品的形象相差甚远。徐锦江在房间里对自己说的话也火爆了网络，有网友剪辑了一段当黄晓明遇上徐锦江的视频，视频中黄晓明用名学炮火不断，没想到被徐锦江的抱怨全部接下，十分逗趣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么无用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太没用了。所以我的错，好吧，我的错。坚强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别干了。有这么了不起啊？就什么都不吃，也行。